一开你都不能冲哦，大概1250这样。你要让电脑进入这个攀石模式，然后它开始会就锁住了，全部都锁住了。然后你防滑都不用关了。那电脑你也没关吗？不用关，不用关。关了也没差。你关不关？你打滑它才防滑，你打滑就不对了。对啊。所以你不能打滑。不知道谁在锁谁，我也不知道，完全没感觉，对不对？嗯。对，像这里就一气呵成，都不要回油，就1500。这河马帮我把那个草拨开了。刚刚。这里1250到1500之间，让它爬。然后过了这个石头，对不对？过了，你看轮胎点这里哦，这里就打死，等它，等它，怎么样？嗯，它都不会卡住啊，嗯，对不对？嗯。